我们看看这些很基本的单词啊，可能大家念不准。像这个漂亮的，念 pretty，pretty，而不要念成 pretty，pretty 是 pretty 啊。这个念错是念一二三四的一，pretty 啊，pretty 一二三四的一，这是单元的，yeah，pretty。像这个就是念一二三四的一样，previous，previous 啊，所以这个 e 跟 e 啊完全不一样。previous 啊，它虽然是你看它的字母是 a b c d 的 e，可是也可以念成 e，也可以念成 e 啊，所以英文字母相对应的音标是千变万化的，对不对？PBS 啊，但王子呢又是念这个音，prince 啊，而不是 prince 啊，它是 prince 啊。那这个我说主要的或资本的 principal 啊，也是发 e 的音啊。那这惊叹号讲过很多次，它是带 o 的音啊，划过去，但是 o 没写出来。principal，这两个字啊，你看一样啊，资金啊跟原则 principal 啊，一样啊 principal 啊。所以英文有时候两个字，甚至啊三个字发一样。有的时候一个字啊，可以发两个音啊，经常都是名词啊在第一个音节，动词在第二个音节啊，所以这两个字都念成 principal，不要念成 principal 啊，principal。印刷嘛，这也常用 print，print，不要念成 print，print，而是 print。那这个优先呢，虽然是字母数啊，不是很多，可是它念在后面的音节，priority，priority，priority，它卷舌的 o 啊，不卷舌的 o 就是 o，欧洲的 o，卷舌呢啊，就是all，priority，priority，那 prime 啊，它一般形容是刚刚的那个啊，就是 prime 啊，刚名词那个比较少用，它一般形容词啊 prime 啊，它算是 i 的，你看这个 i 这个字母 i 啊，它可能可以发成 e，i 都有可能啊，这边是 i 的音 prime。啊，所以这两个字啊，音发差很多啊。priority, prior。啊，监狱的是 prison，prison，不要念成 prison 啊，它是 prison 啊，带 e 的音。然后这个 z 跟 n 呢，它中间省略掉 e 啊，表示呢 e 念很轻，带过去 prison。啊，如果有 e 的音的话，就是 prison 啊，它不是 prison， 它是 prison。啊，那特权呢是 privilege，privilege 啊，第一个是 e 的音啊，带 e 的音 e 带 e 的音 e，然后这惊叹号就是啊，它这个省略掉 e 啊，privilege 就是 e 划过去 privilege 啊，也不要念成 privilege 啊，probable 就可能的啊，它是第一个卷舌的 r 啊，第二个是后面。啊，他把这 o 划过去啊，所以 o 的音没出来啊。惊叹号呢啊，就代表啊有 e 或者 o 的音啊 ，probable，probable。啊，它的副词呢是 probably，probably 啊。那问题呢是 problem。啊，看到 o 呢，有人可能会念成 problem。啊，或者 probably 啊，它不是，它念 r 的音，
啊，所以 o 也可能发卷舌的 o， 不卷舌的 o 或者 r 啊这些音。problem 啊，过程呢是 process 啊。啊，一个是卷舌的 r 啊，然后这个 e 呢啊，它念成卷舌卷一半嘛的 f process。那名词呢啊，这个 possession 啊，它的重音在第二个，它的 e 也是发成卷舌卷一半的音啊 possession。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为什么放在一格里面？因为它都是家族字啊，就是可能是名词、动词啊，这些差别。像我们一般讲生产啊、制造是 produce 啊，这个没有问题 ，produce 动词嘛啊，可是它当名词啊，就农产品啊，它就不是第二个音节，叫 produce 啊啊，所以这个词等于两个发音啊，一个是 produce 啊，动词啊，名词是 produce。那这个念 product 啊，就产品啊。然后另外加 t i 也是名词 production 啊，这个也是不卷舌的 r 啊，带额的 production 啊。所以这个跟生产的啊有这几个字，三个字，四个音 produce, product, production。那职业呢是 profession， 形容词呢是 professional 啊，它的重音呢，这个 e 呢也是把卷舌卷一半啊。我们说 professor 也是卷一半 professor 啊，这个 e 卷一半的 a 啊 ，a， 然后后面这个 a 呢是位置啊，在最后面的地方 professor， 前面这个 a 呢发音在前面一点，这 a 呢发音在后面 professor， 这是 a， 这是 a 啊，然后后面这个发音后面这 a 呢，嘴巴稍微开一点了 ，program。虽然这个蝴蝶音啊，它不是重音啊，可是这个还是要念清楚啊，它卷舌的音啊，蝴蝶音 program 啊，前进呢是动词的话是 progress， 名词呢是 progress 啊，后面都是卷一半啊，前面是 r 的音 progress。那另外这个啊，这进步的是 progressive 啊。那计划呢是 project 啊，它的动词啊，这边我没写出来啊，是 project 啊，这边漏掉写啊，动词是 project， 名词呢是 project。啊，把名词加上去 ，project， 然后承诺的是 promise 啊，然后适当的是 proper 啊，所以很多 P R O 啊，它都念成 R 的音 ，proper。那财产的是 property。Property， 敏捷的呢是 prompt 啊，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三个字音连在 m p t 啊，就是念prompt， 就 prompt， 因为呢前面这个 m 跟着 r 连在一起 prompt 啊，这个一般肯定不习惯。那起诉呢，检察官呢起诉。Prosecute 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大部分 PRO 都念 R 的音啊，要指望前景啊，这个
远景啊，前景啊 ，prospect， 前面是 R 啊，后面全是九零八 prospect 啊，保护呢是 protection 啊，动词呢是 protect 啊，都是卷一半的 A 啊，然后抗议呢是 protest。那我们说省啊或州啊，哦，中国就省嘛，啊，美国叫州嘛 ，province 啊，它的形容词呢就念 provincial 啊，这也是啊带个连音，啊，不要念成 provincial 啊，它是 provincial。那公民呢 ，provision， 不要念成 provision 啊。它是 provision， 那公共的呢是 public 啊，不要看到 usual public 或者念到卷舌了啊 ，public 啊，你要念成 public， 念到卷舌，它不卷舌啊，带个零 ，public 啊，出版跟一样啊 ，publish 啊，不要念成 publish 啊，那这波这个特殊啊，一般念到这个啊。念到乌的音啊 ，poor 啊，它是也是带耳音 ，poor 就是乌跟乌啊 ，poor 啊，发音位置在下面一点啊，所以一般念成 poor 它是 poor 啊，这个字不好念，那是拱啊啊，这打气的啊东西啊 ，pump 那用力打是 punch。Punch， 所以这个 U 啊，很多就不发 U 的音，它反而发成 R 的音，就是 R 带耳的音，不就是啊？主发是 Punish 啊，小学生或者瞳孔啊，啊就是眼珠啊里面的那个瞳孔啊 ，Pupil 啊 ，Pupil， 这也是把 O 省略掉，带 O 的音 ，Pupil。我再念一次啊，就是每个字念两遍，一遍念慢一点，一遍念快一点啊。Pretty, previous, principle, plant.Prosecute, prosecute, prospect, prospect, protection, protection, protect, protect, protest, protest.
province, province, provincial, provincial, provision, provision, public, public, publish, publish, poor, poor, pump, pump, punch, punch, punish, punish, pupil, pupil, 大概是这样的发音啊。我们再看它中文的意思啊，这只是简单的意思啊，还有很多有些第二意思、第三意思没写出来啊。Pretty 啊，这个字啊，就很讨厌啊，可以当形容词、副词、名词、动词啊。形容词就漂亮的啊，副词啊，副词倒是比较少用漂亮的啊，常常使用相当的啊，就非常的啊。名词漂亮的人或东西啊，动词变漂亮啊，所以一般人啊比较形容词用的多啊，其他三个就用的少，尤其动词啊比较不会用。Previous 就是形容词在前面啊，副词在前面的。Prince 啊就是王子嘛。Principal 啊，这两个音是一样的，前面这个啊 principal 是主要的或资金的资本啊，名词就校长啊或资金啊，这个 principal 是原则。那 brand 啊，名词动词可以啊，就印刷出版嘛，这些意思。Priority 就是在前面啊，优先在前面啊。Prior 是形容词在前面啊，前面我们打了一个名词把它消掉了啊，那个用的少一点啊。Prison 啊。监狱，动词是关起来。Privilege 啊，名词叫特权啊，动词给特权。Probable 就是可能的啊，形容词，名词有可能的事情。那 probably 就叫副词啊，可能的。Problem 就问题啊，也可以是难题的意思啊，有问题有时候就出问题了嘛，就是难题。Process 啊，名词啊，过程啊，也可以当形容词，处理过的。啊，也可以当动词啊，它发音都一样，叫加工处理。啊，另外这个名词啊 ，possession 就是行列啊，或者动词列队前进啊。啊，所以它这个啊，看起来啊，只是多一个 ion， 可是意思啊不太一样。produce 啊，动词生产或者制造。那农产品也可以啊，这个是有些很多不知道，也可以当农产品名词啊，但是名词要念 produce。那 product 是名词，产品或结果。那 production 的生产啊，常也当作电影制作啊，制片。profession 就职业啊 ，profession 是职业的专业吧，或职业选手啊，或者专家。那 professor 就教授啊 ，program 就是节目啊，节目单啊，或者程式电脑程式啊，动词安排节目啊。那后来也可以是写程式啊 ，progress 要动词往前进啊，前进啊。也可以当名词啊，名词叫念 progress 啊，前进。那它这个形容词 progressive 进步的啊，它另外可以单独当名词，进步的人啊，进步分子，要求进步的。project 动词就是啊。啊，提出计划啊，或者发射啊，或者是啊，生出来啊，然后名词叫念 project 啊，方案啊，一个计划 ，promise 啊，名词动词可以啊，就是承诺啊，就是答应啊。那另外呢啊，名词也可以当希望啊 ，promise 啊，动词也可以当有前途啊 ，proper 就是适合的、适当的啊。当然了，另外还有专有名词的意思，你可以用 proper 啊 ，property 是财产或房地产。prompt 啊，这个字也讨厌，四个字，形容词敏捷的啊，就快速的或者及时的。副词呢，准时的或正时间，什么意思？就八点整，七点正啊，就整啊，准时。我们说报时嘛，中文标准时间现在21点整啊，我们说整啊那个。动词是促使或者提词啊。就是舞台上啊有一个提词的啊，名字催促 ，prosecute 就是起诉啊，检察官起诉啊，也可以执行的意思啊
prospect 那就指望啊，无前景的意思啊。动词勘探啊，勘探石油啊，勘探金属。protection 啊，这个跟 protect 的一个名词动词的保护的意思。protest 就是抗议啊，也可以是断言，就是坚持一种想法啊。province 就是中国的州啊，中国的省啊，美国的州啊，或者地方的意思。provincial 一般是省的，但是呢，它也可以当个偏狭的啊，就是不是那么大气啊。然后它也可以当名词，地方居民啊，这一般也不会用啊。provision 啊，它就比较讨厌啊，可以当名词啊，供应啊，或当食物、当条款啊，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动词一般是供应粮食比较多啊 ，public 是公众的啊，公共的、大众的。啊，也可以当名词啊，公众啊。但是常常名词的时候前面常加一个、啊、定冠词，解释意义啊。publish 就出版或刊登 ，pull 就是拉、拖或拉啊。但名词又多了一些啊，意思啊，引力啊或者魅力啊，要拉嘛拉出来啊，就一个引力啊。pump 就是拱啊，就打气的、啊，抽水嘛，有个。有时候是打气啊，或抽水啊，抽取。动词就是啊，用拱啊，抽啊，抽水、抽气或打气。像脚踏车啊，就是用那个打气啊。Punch 就是用力打啊，通常是用拳头打。但名词多有活力的意思啊。Punish 啊，只能当动词啊。啊，但也可以当名词啊。Punish 也可以当名词啊，这边没写啊。就动词、名词都可以叫处罚啊。Pupil 是小学生，可它也是瞳孔的意思啊。这几讲这里。